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营养学课程是要介绍饮食的新趋势，那也就是要从金字塔饮食来介绍起。那它的教学大纲就是全球健康饮食的新趋势。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的内容有哪些？健康饮食金字塔。 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的流行趋势，那它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了解全球健康饮食的新趋势，了解并且认识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的内容，认识并了解健康饮食的金字塔，认识了解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以及它的一个流行趋势。 好，那我们首先要介绍全球健康饮食的新趋势。那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处处面临着压力跟挑战。那现代人几乎都是外食的习惯，所以呢，对于食物的来源中潜藏着许多化学啦、农药啦、污染的危机。 啊，包括最近的什么毒淀粉呐、啊、三聚氰胺呐、啊、这些，那以至于人类的健康跟大地的环境的破坏，跟这个饮食跟健康实在是有密切的关联。怎样吃才能够得到健康呢？好，我们先从均衡饮食、健康的基础，我们先。 介绍起所谓的均衡饮食，我们在前面的单元里面有做很多的介绍了。一般人都很在意美味、可口、方便、习惯，但是而轻忽了饮食它的质跟量。身体细胞长期处在这个营养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慢性病日渐增加，疾病年龄下降的一个危机。近年来，行政院卫生署推出饮食的梅花图，也就是说，有了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强调各类营养摄取要均衡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个是卫生署，行政院卫生署。 应该现在要讲行政院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啊，因为在这一个上个月，卫生福利部啊，卫生福利部已经正式的成立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改称卫生福利部了。他所推出的饮食梅花图。 里面呢，就是包括最主轴的五谷根茎类，一定要有一个五谷根茎类哦。然后呢，再来就是蔬菜、水果、肉鱼豆蛋类、奶类、油脂类啊，构成一个这样一个梅花图，就是把这个六大类食物呢，把它。 画成一个饮食的梅花图。那在这个食物的金字塔，就是美国农部曾经呢推荐食物金字塔的，就这是在一九九二年美国农部所颁布的食物指南金字塔，借此呢指导美国人。 科学健康的饮食，如今美国人有五分之三成年人体重超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文明病也上升了。对于食物指南金字塔的权威呢，开始提出了质疑。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二年哦，当时所提出的食物指南金字塔。 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中间呢，过程有变化了，所以呢，在二零零二年，哈佛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这个沃尔特威威莱特博士呢，就设计了一套新的健康饮食指南。 我们称为健康饮食的金字塔，这个 “health eat parent parent” 的概念呢，就是对于旧的塔、旧的金字塔提出一个质疑，并且加以修改。因为哈佛哈佛大学的这个沃尔特博士呢，他所指出新的饮食模式。 比在一九九二年美国农部公布的食物金字塔更能预防慢性病，慢性病也就是文明病了。那这个金字塔的饮食，他们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是说五谷杂粮是主食类，然后呢，蔬菜水果类，还有肉鱼豆蛋类。 好，肉鱼哈蛋豆肉鱼豆蛋哈，然后呢油脂类还要有核果奶类，就是酒还要最顶端呢啊是酒啊糖啊盐啊调味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说五谷杂粮这个主食类呢，我们是要占的最多，可能呢都要占到六十 percent，至少至少就是五十五到。 六十 percent 呢，就是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大概就要占三十 percent。那肉、鱼、豆、蛋，这个就是大概是十二到十五 percent，主要供给蛋白质的部分。油脂类呢，哈，还要含有核果类啊，就占了二十五 percent。那以前是三十 percent，现在要降到二十五 percent 就好了。 就是说油脂类的这个部分，那奶类呢？奶类哦，就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就是不必太强调太多的奶的摄取。然后呢，最最要限制的就是酒啊、糖啊、盐啊、调味品呢，尽量少少少到，就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这边，就是要很少啊、哦。好，那均衡适量的饮食。 就经过研究的结果发现，哦、啊，就以这个文献探讨里面看到呢，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主要关键啊。所以呢，这个要很重要哦，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是健康的主要关键。意思就是说，要多摄取蔬菜、水果以及全谷类的食物。 减少饱和的脂肪以及胆固醇的摄取啊、哦，饱和脂肪就是肉类啊，那些红肉啊，啊、哦、有含有胆固醇的红肉呢，这个量要摄取少盐少少油少盐少糖啊，少油少盐少糖,、哦、少油少盐少糖就是很重要，就是要尽量减少，然后要均衡适量的饮食，这个就是健康的观念。 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哈，那由于啊素食人口哈的一个最近呢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一直成长，那素食人口里面呢是以英国就是最多，他们是已经是全球之冠哦，占的比例最多。那素食者在一九九七年大概就是只有一 person 哦。 到了二零零二年是四 p e r n 成长到四 p e r n 了，到了二零零八年啊，已经有七点三 p e r n 的人是素食的人口。那那是尤其在素食人口中呢，以最多的全球最多的呢，就是在英国最多。也就是说，英国从三十年前的十万人口呢，现在呢，目前有四十。 四百万人口有四百万人口的成长，你看，当年三三十年前才十万人，现在有四百万人。那目前台湾大概有十 percent 的的人口呢，是属于数十的人口。 那有关于新的健康饮食观念呢？在台湾来讲哦，因为受到，就是说，在我国内呢，有不少人为了健康、环保还有爱心的这样的信念，所以呢，就非常的推崇吃素哈。在致力于推广国人健康饮食的习惯的这个部分呢、啊。 就是多元化的推广活动，已经带动了台湾社社会新的健康、健康饮食的观念。那这个健康饮食的观念呢，包括了吃素啊，还有什么生机饮食啊，这些都是哈，都是属于新健康饮食观。那我们可以了解，那由传统的食物金字塔。 哦，传统的食物金字塔并没有把不同的脂肪还有肉类分别分别开来。哦，就是肉类，就是说肉类，但并没有说肉类是几啊、呃，肉类几份，但是呢，并没有把那个白肉红肉呢分类出来。那食物金字塔也建议人们呢大量吃碳水化合物主食类嘛，五谷根茎类这些主食类。 因为哈佛大学的博士指出，这些食物呢，可能就是导致肥胖的真正凶手啊。也就是说，近年来不少证据都显示了脂肪跟肉类，脂肪、脂肪跟肉类呢，事实上有些像鱼肉类啊，还有这个橄榄油啊。 虽然他们是脂肪，他们是属于肉类，但是它们是有益健康的。所以呢，要把不同的脂肪跟肉类分别开来。那要保持理想体重，适量的运动，还有有效的降，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文明病。韦利博士曾经指出，如果能够能够从新的饮食建议。 上慢慢的保持这个理想，加上这个保持理想体重和每日做适量的运动，都能够有效的减少患上慢性病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新的饮食建议哦，吃健康新的一个健康饮食来讲。 就是再加上适量的运动，持之以恒，就能够有效的减少罹患慢性病、文明病的这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新的饮食建议，包括男性跟女性患上慢性病机会就会减少到二十到十一 p e r n 也就是说，旧的饮食建议啊，男性跟女生啊。 分别减少十一跟三 percent 而已，但是如果你是用新的这个健康饮食概念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到二十跟十一 percent 的这个罹患慢性病的几率了。好，包括健康饮食金字塔的建议这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减少进食红肉。 马铃薯经过精致的谷类的食物，像白面包这些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每天呢，只要吃一个到两个的这个奶类跟奶制品的食物就好了。减少进食饱和脂肪，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像植物油哈，可以来代替。 饱和脂肪酸、动物油这些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摄取。那多进食全谷类的食物，像蔬菜、水果。那么每天补充维生素，还要补充维生素哈、哦，就更好了。尤其能够适量的饮用含有酒精类的饮品，像呃葡萄酒啦这些啊。 呃，增加生活的情趣啊，可以保持理想体重，而且每日做适当的运动，啊、呃，就促进健康。所以呢，在整个饮健康饮食新观念一个新趋势呢，就有五大原则，也就是说，食物的六大类啊、呃，六大类食物呢都要摄取。 每天饮食都应该涵盖到五谷根茎类、蔬菜类、水果类、肉鱼豆蛋类，啊，肉鱼豆蛋类、奶类，还有油脂类这六大类食物呢，都有摄取。 要，而且要聪明的分配。所谓的聪明的分配呢，就能够获得食物完整的营养。为什么说聪明的分配呢？比如说，五谷根茎类，我们就要采用所谓含有膳食纤维的整谷类啊。 呃，胚芽、啊、米啊，全麦面包啊之类的啊，那蔬菜类啊，水果类啊，我们就要选用那个含有钾含量比较多的蔬菜啊，水果啊。水果类呢，就可以采用那些比较含有维生素 C 呀、啊、膳食纤维比较多的水果啊。那蛋呢，蛋。 就是可以限制啊、哦，每每个礼拜可以吃三个。就如果是中老年人呢，就要限制蛋啊豆类呢，就是呃每天最好至少有一份，然后替代这个红肉这样子的一个聪明分配。那这样的聪明分配呢？ 就是可以获得食物完整的营养。那奶类的部分呢？就我们可以取用低脂乳啊。那油脂类，我们就要选用这个植物油啊。这样子就是一个聪明的分配。那以五谷根茎类来讲，它是就是我们的主食嘛，就是整个呃健康。 的金字塔饮食的一个主要的基础就是五谷根茎类，大概呢就要摄取到五十五 p e r n 到六十五 p e r n 的含量，就像金字塔的最底层，因为五谷根茎类就是我们主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食，而且要多吃蔬菜水果。 多吃蔬菜水果30，占了三十 percent 以上，甚至于到三十五 percent 呢，就说你食物的用量都是蔬菜水果呢，有占了三十五 percent。那适量的摄取这个蛋啊、豆啊、鱼啊、肉啊，哈、哦，大概就是占十二 percent，是肉、鱼、豆、蛋类啊、哦。奶类，奶类呢，就是一天呢，就是一杯奶呀、啊，或是两杯，然后用低脂奶。 好、哦、就好，那这样的多样性的选择，好、哦、就是健康，啊、哦，健康饮食的新概新概念。那这里面呢，要限制盐、油、糖，尤其是油、哦，哈，要限制。 炒菜用油啊，尽量减少哈。烹调尽量不要用油炸这些。那每一类食物呢，都要多样性的选择来彼此配搭，尽情享受饮食的变化，口味多变化的乐趣就有了。 那调弹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少少吃富含有这个油啊、糖啊、盐的食物，就是不要吃的口味太重嘛，油炸这样子就可以降低文明病罹患率的一个几率。弹性的调整包括均衡饮食，就是一日三餐的弹性搭配哦，不是只有说这个饮食上做多元弹性的选择搭配而已，包括。 均衡饮食是说一天里面三餐可以弹性的搭配的艺术，甚至于一个礼拜哦，你的饮食，比如说你这个礼拜有吃了大餐，你可能就要两三天呢，就要少吃一点之类的，都要做这样子弹性搭配。 如果是午餐吃了便汤，里面有一个大排骨，那么晚餐呢，记得就可以吃素啊，吃全素啊，就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一样的摄取到均衡的饮食，就得到均衡的健康，有这样的概念。 那多选些高纤高纤维的食物，就每天的食谱里面啊，就是尽量的饮食里面呢，必须要包括五谷五谷类、肉类、奶类、纤维质类，避免偏食啊、呃。就是说这个食谱呢，这个菜单里面的编排呢，就应该要多变化，多选用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这些蔬菜呀、啊、豆类呀、啊。 以及全谷类啊，哦、啊，含有这个麸皮的，好、啊，含有无皮、麸皮的这种全谷类啊，这种五谷杂粮，而且呢，还要用清淡、清淡口味的烹调为主，过浓的或者是过甜的啊，什么玉米浓汤啊，这种浓汤啊，就尽量少喝。 然后呢，过甜的啦，过咸的啦，都不要吃太多。那避免食品添加物的摄摄取哦，就避免食物食物里面有添加剂哈、哦，就食品添加物呢，尽量减少使用，避免腌制品之类的。好，那避免肥腻以及就是油腻的食物啊，含有脂肪量大的食物都要避免摄取，避免。 油腻呢，含含油脂含量大的食物，好像那个呃蛋糕啊，以及这个含有油脂类多的牛角这些就要避免使用。烹调呢，就尽量的采用快煮的方式啊，快快炒啊，快煮啊，不要一直煮，煮久了呢，就会把那个食物的营养素呢就流失掉。 那用文火慢慢的炖熬呢，食物的营养呢很容易流失啊。煎炸呢，高温煎炸呢，会使得油脂含量太高。好，红肉跟奶制品的一个饱和脂肪酸呢含量会比较多，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啊、哦，因为红肉跟奶制品里面的饱和脂肪酸会使得人体内的胆固醇含量提高，导致心血管疾病。于是美国农部呢就颁布了食物指南的金字塔，就是把脂油脂、烹调用油列出来，当做节制饮食的一个食品。食品生产的商人呢应该要打出，就是说低脂。 低低油低脂的一个标示啊，就像健康食品这样的标示来啊，告诉人们说这个是属于低油脂的食物。那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哈、啊、是有益的啊。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会提高人体有益的胆固醇和高浓度的脂蛋白，就是 HDL 的含量。对于 就人体呢有害的胆固醇，哈、啊，就会降低人体有害的胆固醇，还有低浓度的脂蛋白 LDL 的含量。即使是饱和脂肪呢，也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哈、啊，就是说尽量的采用定尽尽量的采用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即使有有了饱和脂肪酸也，也也可以因为有。 摄取了足够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就会协助它的饱和脂肪酸的一个代谢，那么就会提高有害胆固醇的含量，同时能够提高有益胆固醇含量的一个方法了。那植物油、鱼油、坚果还有橄榄油中所提炼的油脂，在 威莱特博士呢，在一个健康饮食金字塔中呢，就将植物油、橄榄油、榄油菜籽油、豆油、大豆油啊、呃、玉米油啊、呃、葵花籽油、花生油这些呢，就放在比较底层，作为食物结构中的脂肪基础。这种划分跟地中海地区的饮食习惯。 也就是很相似咯，也就是跟地地中海饮食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不是不是要限制油脂而已，而是要选择的使用，像橄榄油啊、植物油啊这样子。因为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普遍都是使用鱼油、坚果，还有橄榄油中所提炼的油啊，那就是比较健康的油。好，那。 整谷类啊，这些全谷物的食品，在金字塔的底层，也就是说健康健康饮食的金字塔里面，显著的区别将碳水化合物分成整谷类的食品，跟精致的面粉有所谓的一个有一个区分。 也就是把这个整骨类呢，是放在金字塔的底层，然后呢，后者像精致的面粉呢，被列为限制的摄取食品。 那食物的指南金字塔包括了面包、谷类、米饭、意大利面这一些一起放在底层，是美国人餐桌上主要的主食，就是包括了面包啦、谷类啦、谷物啦、米饭啦、啊、意大利面啊这一些。好，那每年多消耗六十磅的精致谷物啊，就是从自从一九九。 一九九二年食物指南金字塔的颁布以来呢，每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天多摄取了四百卡路里的热量。那这些低脂理论的盛行呢，使得美国人食谱中的脂肪所占的比例呢越来越低，但是碳水化合物类的食品的一个摄取量呢却直线上升，而且最。 最不好的部分呢，就是说，十年内平均每人每年多消耗了六十磅的精致谷类，包括了就是三十有还有还有三十磅的富含糖类的甜点，也就是说，这个三十磅的糖类甜点呢，包括了果糖跟糖浆等等。 那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迅速的变成葡萄糖，也就是说，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精致的谷物，不仅是热量高，在人体内的消耗容易诱发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一个病症。精致谷物稍加分解就会被变成葡萄糖，迅速的进入了血液中。 如果没有及时的被人体活动所消耗掉，那么人体就会产生大量的胰岛素来转移搬出血液，也就是说，它会使得血糖含量变高，然后胰岛素呢就分泌出来了。胰岛素分泌出来，胰岛。 这个胰岛素 e n s l 呢，就会使得这个葡萄糖呢，就会转变，转变成脂肪，或者是储存在这个肌肉细胞中。所以呢， 也就是说，这些精致的谷类会使得 GI 值变高，也就是变成葡萄糖，很快的使血糖提高。血糖提高的结果就会产生所谓的大量的胰岛素 i n s u 刺激了胰岛素的这个分泌，而使得血液中的血糖抑制，就是把它不要再继续上升。哦，然后呢，就会很快速的变成脂肪，就会储存在肌肉细胞里面。 那食物的 GI 值是什么呢？是所谓的食物的 GI 值，是与葡萄糖所比较的一个升糖作用。碳水化合物转转变为葡萄糖，以以用作主要的能能源。这个是碳水化合物在我们人体呢，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会转换成葡萄糖的。但血糖指数，所谓 g l g l y c e m i c Index 呢，就简称为 GI 值，就是一个评估食食物对于葡萄糖而提升血糖的一个反应，以量以来量测这个葡萄糖进入血液，令血糖上升。那 GI 值纯粹是以 葡萄糖作为一个指标，葡萄糖的 GI 值可以当做一百的话，那么白面包的 GI 值同样也是一百。那健康食品的同时是比较上呢，它是属于低的 GI 值的，也就是说它比较不会促进血糖的升高。就同样量的一个食物来比较的话，健康的食品它所含的葡萄糖。 或者量呢，就相对的比较少，提升血糖的反应速度不会那么快。那人体高糖呢，身体高含有高糖类的时候，会迫使人体产生更多的胰岛素。摄取高糖类的食物，人体就会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如果这样的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常发生， 细胞就会对胰岛素越来越有抵抗力，也就是有抗性的作用产生啦，迫使人体产生更多的胰岛素，最终呢，使得系统崩溃。这个系统崩溃就是得了糖尿病，引发第二类型糖尿病和其他的心脏病等等。这就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选用低的 GI 值的关系？因为低的 GI 值就不会造成胰岛素的刺激太多。那整骨、整骨类的食品就是一个天然食品的一个保健食品。全骨。 全谷物的一个食品呢，是指着用完整的谷物的种子，包括胚芽、胚乳跟麦麸加工而成的食品，叫做全谷物食品。包括像糙米、大麦、燕麦这些。那全谷物食品丰富的含有纤维质、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数百种植物化合物。 植物化合物、光化合物脂，那这些脂肪含量是比较低，是天然的保健食品。那全谷物食品对于文明病的预防作用是很大的。根据科学研究证明，全谷物食品对于心脏病、消化系统的癌症以及糖尿病等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试验发现呢。 每天吃一碗燕麦粥和两片的全麦面包的人，罹患第二类型糖尿病的比例比普通人还要低三十 percent。哦，你就知道这个全谷类的食品对于文明病的预防作用是很大。那原则上就是多吃原始的食物啦，哈、哦，就是。 记住哈、哦，多吃原始的食物，少吃精细的加工食品就对了。这个维莱特博士呢，还建议多吃原始食物，少吃那些经过精细加工的食品。哦，像马铃薯片啊、哦、洋芋片这些就少吃。那可是整颗的地那个马铃薯就可以吃，地瓜就可以吃之类的。 例如，只有一个烤地瓜所含的热量只有一百五十卡，那还有十二种维生素跟矿物质，以及相当于一碗面、一碗燕麦片的一个纤维值。那如果加工加工成为薯片，不仅会有许多营养成分会被破坏，热量也会增加到五百卡。 也就是相同重量的一个马铃薯做成洋芋片的时候，热量会增加到五百卡路里。因为呢，它就是加工过程中去油炸啦之类的，不仅破坏了原本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天然的营养素，而且热量也增加，增加了脂肪，而且这脂肪还可能是反式脂肪酸哦。 好，那运动可以强健，而且保持肌肉。运动可以强健、保持肌肉的方面的作用呢？可，是可以控制体重。因为如果缺乏运动，肌肉就会逐渐的松弛，因为没有办法训练到肌肉对于葡萄糖的利用，而且肌肉被脂肪所取代，也就是说，肌肉没有利用到那个。 那个葡萄糖，然后久而久之没有利用呢，这个肌肉呢就会被脂肪所替代，那脂肪的代谢活动呢就会慢慢的会使得活动十分缓慢，消耗了很少的葡萄糖跟热量，会将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所谓的悠悠球效应，而产生复胖复胖的现象。 这个结果就是变得越来越胖，疾病就变由此就产生了，比如说心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就产生了。很简单，就是肌肉呢对于葡萄糖的利用率变少了，葡萄糖呢就多出来的葡萄糖跟热量就转换成脂肪，然后慢慢呢基础代谢率就变低，基础代。 越变越低的话，那么就吃一点点东西就变胖，就变成恶性循环，就所谓的悠悠球效应了。那所以呢，吃充足充足的蔬菜是非常重要的。健康饮食金字塔里面还要要求人们吃充足的蔬菜。麦当劳在两千零一年推出来的一个乐色食品，花了十亿 美元来做广告，但是美国政府在同一年用于宣传每天五蔬五份蔬蔬菜的一个计划的开支呢，却只有110一百一十万一一百一十万美元。就到目前为止啊，百分之二十三 percent，就二十三 percent 的美国人成年人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 理想体重的标准，目前为止就只有二十三是理想体重，其他呢都是太胖。因此，就要建议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二到三次的水果，啊，至少一到三次的坚果类。建议每人每天吃二到三次的水果，一到三次的坚果呢，而且还要适量的饮酒，就是饮酒不要太多。 啊，而且啊，能够吃一片多种的维生素定啊，就增加维生素的摄取。好、啊，那限制鱼呀、啊、鸡呀、啊、奶呀、啊、蛋呐、啊、这些的食物的摄取啊，每天不要超过两次啊。大豆制品呢也要适量，每周呢两到三次就好了。就呃，最好是吃黄豆就好了。大 大豆的制品呢，做成制品呢，很容易就会添加一些呃香料啊、色素啊这些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一，就是何谓全球健康饮食的新趋势？因为全球健康的饮食新趋势，就是从原来的哦，本来是一九九二年金字塔的饮食里面呢，就是强调就是。 啊、呃，要吃这个五谷杂粮主食类，哈，就是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呢，全球健康饮食的新趋势呢，现在所要求的就是说，要注意它的比例，而且是要，就是说食物的比例，而且要种植重量，哈，比重量不仅要种植重量都要注意。 所以呢，就是蔬菜水果要增加，膳食纤维要增加，然后呢，低油低糖，精致的精致的糖类要像白米啊、白面包啊、白白面粉啊，就要改成这个含有含有纤维膳食纤维的整谷类啊、呃，这样子才是对的。而且呢，要增加核果类天然的。 这个和果类为主，坚果。那所以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的内容有哪些？那它的内容呢，指的就是说健康饮食新趋势呢，哦、呃，就是强调要蔬菜水果要多一点，就是至少呢，至少有什么五蔬果以上的，就两两到三次。 要吃蔬菜，然后呢，两到三次的水果这样子。那内容里面呢，就是油脂类呢，蔬菜炒菜用油变少，不要油炸食品变少。然后呢，不要吃精致的五谷杂粮，最好是整谷类，选用整谷类。油脂类呢，选用所谓的植物用油。那奶类呢，就一到两次就好了，而且用低脂乳。 啊，这样子，那整个金字塔的饮食呢，就是金字塔的这个呃饮、啊、食观呢，就稍作改变修饰啊，把五谷杂粮啊，主食类呢就多元化了。那油脂类呢，也是把动物油脂啊、奶油啊那些就改成植物用油，橄榄油这一些，就是用橄榄油来替代，甚至于用核果类、核果类来替代。 那健康饮食金字塔有哪个特色呢？那特色就是说，呃，要新鲜的蔬菜水果为主，哈、啊，至少要要蔬菜水果，这样加起来就五五份五份的这个蔬菜啊，五份的水果这么多的一个蔬菜水果的摄取，然后呢，这个摄取的过程中呢，还要注意选择。 选择低油的啊，天然的，哦、啊，还有整谷类哈、啊，用整谷类替代白面包、白面粉这一些，啊，用全麦面包等。那油脂类呢，就用橄榄油啊。那红肉就尽量减少。那这甚至于呢，呃、啊，一个礼拜至少有两天是吃素啊，吃全素啊，这样子来。 达成健康饮食金字塔的部分，所以呢，在整个金字塔的底层呢，我们是用全谷类来替代精致食、精致的白米、白白面包那种。好，那再来呢，就是少用油啊、盐啊，或者是那个油盐要尽量减少糖，糖、哦、啊、咖啡用喝的。 糖要减少，精致的白糖要减少。好，那素食人口以英国啊，以哪一个国最多？哈、啊，就是素,素食人口是以英国人口最多啊。从三十年前的十万人增加到现在的这个四百万人口的吃素人口，所以呢，素食人口是以英国最多。 好，例题五，哪些饮食原则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高血压等文明病的几率？第一个饮食原则就是要以整骨类、全谷类哈为主，然后呢，要每天都要吃五份的蔬菜跟五份的水果，然后呢，多摄取所谓的以。 以橄榄油啊、植物用油啊替代动物用油。奶类呢，就是要选用低脂奶类。再来就是说，要多适当的运动。那在饮食原则配合的健康的饮食原则，少吃、少吃油啊，低油、低盐、低低脂肪、低盐、低糖，好这样子的。 饮食，然后要高纤维、高钙的饮食，就是一个饮食原则哈。也就是说，饮食原则里面记得要有足够的蔬菜水果，然后整谷类，然后低油、低盐、低糖、高纤、高钙。再来就是说，呃，调味用品啊、油啊、盐啊这些就要降低之外呢，饮酒适量就好了。 然后再搭配的适量的运动，那么就可以离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癌症以及高血压、文明病的几率。那在这个饮食原则里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要多多摄取天然的食物，比如说核果类啊。在油脂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选用。 呃，核果类来做一个天然的一个替代油脂的部分。那对于这个天然的食物的部分呢，我们还会认为说，诶、欸，天然的食物像豆制品啊、豆类、豆类原始的黄豆就可以替代豆制品。然后呢，这个豆类里面呢，还可以来替代所谓的红肉啊，有这样的概念，这样就很好了。 好，那本章要做一个总结跟回顾哈、啊。本单元要做总结回顾，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本单元已经认识了解全球健康饮食的一个新趋势啊，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吃新鲜的原始的食物啊，认识并了解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的内容啊，内容里面就是要包括蔬菜水果。 各方面各类的比例的重点，然后认识了解健康饮食金字塔的一个修正，还有认识了解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以及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要多吃植物性的食物，多吃素食啊，这个人口素食人口已经比例提高等等，都是全球健康饮食新趋势。 流行的一个趋势哦。好，那本章就在这边做个结结束哈。